我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在我眼里，他就只是个病人。而我作为医生，我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位病患的。你以为自己是救世主啊？你是警察，你做你该做的事情；我是医生，我也去做我该做的事情。善良可以，但过分善良，可是要被人欺负。 你这是在拿命赌啊！可我赌赢了，不是吗？救人性命，医者之道。做人不能太贪心了。可以啊，想要得到，总得付出。我是不会背叛他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兄弟一条心。